那个晶晶池是也太厉害了，不是吧？想当年要是我这么努力，多少也是个秘淫骑士啊！什么酒量？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？ 大人，族长不好了，大陛士兵突然陷入昏迷。什么？快来帮忙！里面还有好多倒下的军医，怎么办？把他放平。怎么会这样？将近一半的士兵突然昏迷。再这样下去，驱魔关就要停摆了。大人，这是什么符号？怎么从未见过？这些士兵从战场下来后就突然昏迷不醒。应该是某个魔神的禁术。 看来驱魔关外还有魔神，难道魔神藏在之前我们没有探查的区域里？我这就率侠隐藏出城探查，找出解除禁术的办法。我们也去。这次行动已经超出了我们的传送范围，你们行动一定要万事小心。遵命，曾族。 这是紧急令牌，如有情况，可用此传出暗号。是。出发。祖父无需担心，他们一定能找到办法。魔族此次来袭，准备得格外充分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我已在沿途放下印记，如有危急。 大家可以传送回此地，不要暴露身份，迅速解决掉这些伏魔。此次搜索区域较大，我们分成四个小队调查，你们两人负责调查西大人，万事以自身安全为重。 技术的能量本源，竟是靠先祭同族血手维持。看来只要将其摧毁，驱魔关士兵们的禁术就能解除了。我们先联系宗长大人。来吧，竟敢擅闯大人的禁地！ 我也是要杀了你们！
怎么样？这些可都是为你一个人准备的。玩的还开心吗，我的小宝？行我身，岂为擅长使用幻术蛊惑人心，即便是九阶高手也很难抵挡，一旦被其蛊惑就再无清醒的可能。可排位如此高的魔神，为何会悄无声息地隐匿在驱魔关？糟了，在这里用不了紧急令牌。你终于来了，我可是花了一番功夫才等到。难道他的目的是彩儿？终于抓到圣母大人，为此我们可是不惜牺牲了一位魔神。我要将你的头颅割下献给那位大人。而且驱魔关的魔神和技术都是他设计的圈套。浩辰，碍眼的家伙，滚。浩辰，离开我的世界。为了你，我可是大费功夫。真漂亮，不愧是我选中的继承人。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你生气的样子更漂亮。你徐曼正，傻宝贝，我现在更喜欢你了。闭嘴！别急着拒绝嘛。小宝贝，你的一切我都知道。刺客殿的巡回圣女，死神的神剑者，人类的天之娇女，却被亲人放弃，族群压榨，一生都过得无比痛苦。你也很讨厌那些虚伪的人类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死神气绝，第一绝。什么？别挣扎了，来，成为我的继承人吧。以你的天赋，九年中一定能成为史上最强。届时整个大陆都将匍匐在你脚下，甚至有可能撼动那从未动摇的前三柱。届时你便可尽情报复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了。终于请魔神大人。怎么样，安心成为我的继承人吧。你说的那些我都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失忆，这种事情都能发生，那我的准备岂不是白费？我眼疾明眼，六道巡回第一式，眼之巡回。我西迪想要的东西，还没有得不到。雨落，记忆重现。那些你遗忘的记忆，会一一浮现在你眼前。你的这些幻术把戏还没用够吗？既然是幻术，那你为什么不敢用呢？不要再欺骗自己，这些痛苦都不会因为你的失忆而烟消云散，它们仍旧存在于你的灵魂深处，让你恐惧，让你害怕。让我来帮你彻底揭开这道伤疤，拥抱痛苦的过去，然后重新憎恶这个世界。这样，你就会投入我的怀抱。闭嘴！我的精神攻击，你可是没法摆脱。你就好好享受这段旅程吧。你马上就是我的了。
该死，一个八戒到底是怎么闯进来的？你看他，你的大部分力量都用来维持记忆唤醒，你这个疯子硬朋友，你对彩儿做了什么？我不过是帮助他重新找回那些珍贵的记忆罢了。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住手！我的小宝贝已经到了破茧化蝶的关键时刻，可不能让你祸害。我西迪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抢的，乖乖去死吧！而我的宝贝，那些痛苦的记忆即将赋予他新生。为什么要让他想起那些？突然这么生气，你是疯了？而陷入痛苦，神韵，天阳三绝，微阳之畔。神韵，天阳三绝。烈阳粉空。这段回忆已经无法再伤害我了。因为我知道，在这段痛苦记忆的尽头，有一个人会在那里等我，所以我不会怕。你每次都是这样，义无反顾地走向我，但这次。我会变得更加完整地走向你，浩辰。团结六大殿的力量，成为全人类的领袖，正是吹响向魔族反攻的号角，这也是盟主对你的期望。我定然完成任务，不负盟主所托。
日夜兼程也还需要一天，辛苦你了，兴王。晋升为九级之后，我能与周围环境中的光元素产生共鸣，灵力恢复速度很快，这点辛苦不算什么。坐稳了，主人。关内存余的资源已经不够了，如果不能在一个小时内结束这场战役，驱魔关内的资源就将彻底告罄。影子呢？对上魔神了吗？你言魔神是吧？就让我来会会你。简直无头无脸！幽隐囚狱。您坐镇中军，我去协助副殿主。你反通灵炉的副作用还没有彻底消失，现在出去迎战魔神是找死吗？将迎来寻回自由的毁灭。便是圣女通过寻回秘境获得的正反杀戮结界。
那圣女现在岂不是联盟年轻一代当之无愧的第一人？也不知道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，但我现在没见到，那就是我们家彩儿最厉害。终于抓到你了，圣女大人。为此，我们可是不惜牺牲了一位魔神。刺客殿的神眷者，你成长得太快了，已成我族心腹大患。但你现在已经无处可逃，我要将你的头颅割下，献给那位大人。该逃的人是你。劫剑！
就知道你一定回来。分开的这段时间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呢？最后彩儿必须在一年内达到八阶，联盟才允许你们重组。我也很好。那是骑士殿来的援兵。发现这位精金骑士和圣女好像有点过于亲密了。那家伙是谁？以后你就跟彩儿一起换我曾祖吧。为了你小子，我豁出去了。